月一日是我们原住民族的日子，我们要翻转对原住民族的各种不公、不正、不义。我们要落实原住民的基本法，我们要实行实质的自治。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，我们原住民的子孙们一起在凯达格朗族的土地上烧狼烟、鸣猎枪，向原住民族的祖灵宣誓并祈求。巴老多玛，我妈母亲那个，罗大宝。